几百块钱一口，干不干？干。哎呦，你别笑，你师傅，快点。姐妹师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能不能不要点了？怎么了？我点我自己钱，你什么事了？我看着恶心，你不要在我跟前点。反正你也光点到哪都不吃了都。不给人家两张呢。我昨天没给你机会啊，你自己不中了，我管谁啊？对，你是给我机会了啊！一块钱叫我亲一口，我要想亲上红米来，我得亲上红莲麻油啊！你别笑，一块钱不是钱，是不是？那我这贼就这么不值钱啊？那这样，我姐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行不行？给你涨价。张总，十块一口，行不行？不，十块钱一口。你看看人家，人家过年干什么？打牌、喜酒、唱歌。我呢？看见？一问屌丝庙，恰好就赚个破床、破卫生纸，在家都吃这个。那这样，大姑娘再给你涨点，行吗？走。一百块钱一口，干不干？干。哎呦我的妈！师傅，姐姐，你还捡怪石？给你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来，太行了，再差不多。你怎么了？不用点，可以整好的嘛，我还能哄你了。好。亚子，我再给你一次挣钱的机会，行不行？还要来啊？请我这里，给你200块钱一口，行不行？有人？是谁呀？200块钱。我。什么意思哈？200块钱还不够啊？那你要多少？你亲嘴，你至少得500块钱一口吧？500块钱一口？哎呦我的妈！还上地皮了？500块钱？不是你宰又不是其他地方，你价格肯定高点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太过分了哈！你要不亲，由他那是亲。那不完了。哎，行，五百就五百，行吗？那五百，那这正好，这加这些零钱都给你，行不行？还整吗？还整啊！来你。我不想玩了。你快点哈！你不要逼我，快点啊！这钱你留着。不行，就快点亲一下，快点。试试，怎么了？你别笑！啊，作业转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叫你亲我一下，就那么狠，瘆得慌，是不是？有那么恶心？我不玩了，这个不好玩，这个。你快点的玩吧。我不玩了，我出去。行，你不玩是，那钱都给我。不是，这我刚刚得来的。快走！有人。我给你机会，不中用了。不要这样。不要烦我，走，出去吧。这不敢吃，亲你个混蛋，个狗熊，滚！给机会不中用，我跟你说。是你，你要怎么？滚！